我想回台湾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敢再来柬埔寨了。我被绑在椅子上，然后脖子也被绑住，手也被绑住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把 KK 园区里面的现况拍给你们知道。我希望我的粉丝不要被骗来柬埔寨，你知道吗？手抖，对不起啊，手抖。我干外婆，妈妈，还有哥姐，我出来了。我身上所有钱都被他们拿走了，30000美金，包括给司机的钱跟旅费。我想回台湾，我想回家，我不敢再来柬埔寨了。被绑在椅子上，然后脖子也被绑住，手也被绑住，然后后来到刚刚有一个人进来，跟他们讲柬埔寨语言，我听不懂。然后后来，里面两三个拿枪的说要把我放走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把我放走。他说 leave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要放我走，我就一直跑了5-6公里，6-7公里了。我开这个直播，想要录影保护自己，也想让大家知道说我已经跑出来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问题。都是我自己自作自受，我不怪谁，我怪自己而已。我总是拿自己的身体生命在拼命，这我的问题，这都是我的错。